近日，张晋蔡少芬发布一条视频，视频中蒋欣也惊喜露面，两人表示已经7年未见面。没有，我刚才要见的人就是他，蒋欣老爷。老二刚生没多久，老二生下来1年。你看，我说嘛，没有7年都有8年，七年了，7年没见了。你为什么会那么绝情啊？人家做不到啊，这个人就是矫情。三人一起吃饭聊天，气氛十分融洽，两人还一起合拍了不少视频，美貌依旧十分在线。两人同框也引发不少网友表示，甄嬛传后宫双霸齐聚，你们要是早联手还有甄嬛什么事？还有人表示，就差孙俪后宫三大霸主就聚齐了，希望两位姐姐友谊长存。